这是刚才咱们拧的一个枝，原来它是从着向上长的，你看它一个的位置，它就会影响这一片的光照。咱们通过拧枝以后呢，上一期视频也说了，拧枝以后呢，它那个叶片就会背面朝上，也能抑制它的生长。并且重点的是啥呢，你看看它这个小枝能看得见吗？这就是花芽，全都是花芽。起码咱们在利用土长枝的时候，等到了冬季修剪的时候，咱们会直接在这个位置，现在咱们可以剪掉它。如果咱们现在不剪掉的话，它会用前端的重量来抑制着这个枝条反弹，剪了它肯定会还回来的。像这种枝条，这就是明年的花，像这种小枝呢，都可以作为明年的花，都特别好。这就是利用土长枝。咱们如果要是不拧枝的话，然后带着前一段，然后咱们要是留着它，明年它呢还会旺长，它还会继续生长。像这个枝呢，就是向上生长的，长得像一个小树一样。咱们如果要是想利用它结果呢，你只能把它拧枝，然后拧枝转化了以后呢，这些侧生枝就处于两侧枝了，然后就可以用来明年结果子。昨天晚上也有位大哥说，我那是开恩型的，然后原来是用了，原来都是老师傅剪的，结果呢越来越向下，越来越向下，越来越矮，越来越矮，怎么办呢？然后咱们就直接利用背上的这些土长枝，像这个土长枝疯长的这个，但是咱们已经让它停长了，咱们就可以利用它轻轻的这样向一侧拉开一点角度，明年让它这上面这些侧生枝来结果。这都是有花芽的，花芽还特别饱满，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着光一点。等咱们所培养的这个骨干枝大了，有产量了，回头从这儿给它锯掉，前段矮地方的就不要了。这是重新培养骨干枝，是这样培养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文九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桃树怎样培养良好的花芽。当然了，花芽呢很多，基本上满树花。是不是有一个状况，就是一树花半树果？为什么呢？长到秋天落叶以后呢，大部分的枝条上都会有花芽，但当然了，小龄树上可能会没有花芽，一般大龄树三年以上的树全树都会是花的。看咱们这个枝条，咱们这枝条都是挺长的，所以它这个前端呢都有很好的花芽。一会儿咱们转换一下镜头，让大家看一下，看现在都能看得出来，黑色的全都是花芽。怎样培养良好的花芽呢？小龄树咱们需要用这种夏梢或者是秋梢来进行结果，来培养这个良好的预备结果枝，也就是花芽，培养良好的花芽。再一个就是呢，成龄丰产树呢，春梢也可以培养良好的花芽。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有品种原因，有气候原因。当然管理起来呢，咱们有一些品种需要下剪，下剪完了以后再生枝条，它就能培养良好的花芽。如果你不下剪的情况下，你看这个枝了吗？这个就是没有下剪的，长到现在已经长那么粗了，都已经生出三级枝了。如果咱们要没有控住它，现在已经控住了，大概在七月底咱们就已经把这个树呢控制住了，已经停长一个月了，它所积累的营养呢已经在这个叶荚里面，看这叶荚里面，这就是所积累起来的营养培养的花芽。如果要没有花控住，它还会走走的一直往上长，就像丛长的那种，非常丛长的那种，然后就没有什么良好的花芽。良好的花芽需要抑制树体的生长来积累营养，培养花芽需要选择合适的枝条、合适的这个品种、合适的温度。像南方地区呢，
高温高湿，我就不建议大家去种那种容易长果锈还花叶风化不良的一些品种，油桃啊、油蟠桃或者是一些黄桃子，我就不建议大家去种。甚至咱们也去南方，也去北方了，然后也去东边，也去西边了，差距在哪儿呢？很多园子就是种的品种不合适，因为你南方你种那么多的蟠桃还没熟呢，就果锈已经很多了，或者是说呢，有一些品种呢，它这个总是出现一些畸形果，畸形果的原因不就是因为花叶分化不良吗？但凡它那个花叶分化如果很好的情况下，作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，它也不至于会出现一些畸形果，或者是一些作物率比较低，它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。一进入七月份以后，开始花叶转化了，大概它33度、34度还可以承受，只是用叶芽转化花芽的这个阶段，只是它转化初期。进入八月份以后，它开始形态分化了。形态分化的时候是很关键的，就是长咱们的花芽内部构造的时候。这个时间段呢，如果要是超于32度、33度高温的时候，就容易出现双次花，就是双胞胎果，咱们所说的畸形果。很多人感觉，哎，我那个桃子出现俩叉，桃子还出现两个角，那不就是畸形果吗？那就是畸形果的存在，就因为花叶分化不良。一般就是一些蟠桃子，或者是一些油桃，还有一些黄桃，很容易出现畸形果。在咱们园子里边有一颗黄金罐，黄金罐发生这个畸形果的几率就比较大，基本上1/10，10个里面就有一个。哎呀，俩小桃子在那病着，但是收果的时候咱们肯定要把它收掉的。这就是花芽分化不良，没有形成良好的花芽，然后再经过冬季，再经过春天，万一有个倒春寒，那作果率呢更不好了，可能会出现一些畸形果，或者出现一些炸核的，就像刚才我拿那果子炸核的，或者是别的原因，发生率就比较高了。但是首先咱们必须要让这个花芽保持良好的花芽，它才能良好的育冬。花芽内部构造良好了，对于以后它的作果率、以后的桃子生长都有一定的优势。所以今天咱们就分享一下怎样培养良好的花芽。培养良好的花芽，首先有一个良好的枝条。你就是长那个花芽长这么粗的位置，像这种枝条，像咱们这个枝下端这个位置，它也是花芽，但它只开花，那做果呢它也能做果，但由于开花做果长叶，萌发新枝的时候，枝条长得太快了，哎，没它营养掉了，这是很常见的啊。看这个位置也是花芽，花芽呢就是两边是花芽，中间是叶芽，这就是一个混合花芽。看这些小灵树通过夏季修剪然后再生的这些枝条，化控以后呢，基本上就这么长，还比较偏细一点的枝条，个别的也会有一些粗壮的。但咱们所留的那些弱生枝，就是哎，我清干的时候留下了几个弱枝，和同期生长枝条的这些枝条上面，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，哎，比较细的。我把这个大的剪了，我留了一个小的，那小的长一长呢，也就长成这样了，它也会长成这样。如果咱们都不剪的话，全都是丛长的，哎，这儿竖一个，像这种，这儿又竖一个，然后那后边又竖一个，它会很均匀的全部竖成这种小树，是不是这种状况？丛长了。有些朋友就说了，我没有下剪，我那个树现在长得就像小扫把一样，哎，丛长的，像这棵树一样，只是它没有叉。如果没有下剪的树，这侧生枝上都会分成一些三级枝的，分成一些叉，叉上面也有花芽。但是那花芽都在哪儿呢？都在上端呢，下端都是叶啊，那是绝对的。生长过快，它那营养积累只是积累到了顶端有花芽，这也是秋收花芽。像一般的强旺枝上，它这个花芽分化主要就是有秋收花芽，内藏下端呢它没有什么花芽，因为它那营养积累不到那个位置，所以它没有。像咱们这个已经在七月份化控住了，它那营养积累呢只控制在它再有的这些枝条上，所以那营养比较充足啊。看这些枝条化叶分化的比较良好。
掉了一个炸盒的。咱们这个水蜜桃，虽然它是水蜜桃，说实话，它这个香气特别的浓。这个桃子呢，是在一个弱树上长的，本身它不到成熟的时候，为啥它会掉呢？就因为炸盒了，不但掉了，还不知道掉了几天了，都软了。咱们先尝一尝，我把它捏软了，因为它炸盒了。炸盒的桃子一般生长的都比较快，然后也容易脱落。我吃完后悔了，为啥会落呢？坑里边坏了，这边没坏，我尝尝这边。特别的甜，谢谢大家观看视频。想了解更多农业知识，关注我，关注红酒果园。咱每天晚上8点到9点直播间见。